俗语讲命底天注定，像细仔囝一个做少爷，一个心念怪病流落他乡，是安怎因为运命天差地别呢？原来甲一口古镇有关系。先生阿母乌古镇介古话，却叫三只妖精治疗疗，所以来朋友的反背，最后连像细仔囝命嘛背惨落。是安怎神奇古镇会害两个囡仔刚出世无共命呢？今日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暗时7点半，细说台湾，像细仔最暖红。